他的脚好大，他是直接穿后背包哎、欸，这是空的，他的脚好大，哦，真的，这是高跟鞋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布鞋，对对对，什么？喂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好恶哦、喔，这是干净的，你他这样才干净屁啊！穿的袜子哎、欸，袜子夹在鞋底，它怎么会在里面？很奇怪，它是在旁边。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要说那是你妹妹的袜子，不然丢进来了。啊，这个是安娜的袜子。专、欸、业专业，这很正常、啊。相机的吧？对，脚架，没错。还好，拍美照就要靠我了。看就是衣服。看我这什么都没带，因为呢你们两个都会带啊！哎哎哎，他的性感哎、欸、哦，红色的这个是维新的，维新的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拿他另外一件哎、欸欸欸，看他带啥东西，我带、哦、什么东西？他带了，刚刚有人带制服，有人带我们球场的工作。哦哟，哎，我带这个不知道来干嘛、欸。你为什么要带两双一样功能的鞋子、啊？哎、欸、嘿，哎、欸，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放进来了。他带了之后，我们哎、這個欸、你哎、欸、有要穿吗？穿不到，穿不到。超白痴哎、欸！我对我而且他占很大的空间，然后就占我的行李一个角落。啊，这个是要干嘛？是啊，是啊，这是我的相机包。哦哦哦，相机哎，在别的地方。塞不到我的包包里，但很可爱，那、哦、很可爱、欸。我跟你说，他刚刚讲了一个超冷的笑话。江辉哥，你听得懂台语吗？听不懂哎、欸。哦，那糟糕了，那个笑话。哦、他刚刚就很认真的说：“家辉哥，请问我们要去家辉哥吗？”家辉。然后我们那个，他是疑惑中。